先把它两边啊，两边两边，那个是不是搞多了？不是太厚了吧？要按成个那种软型，然后再我看它不软就不行了，不好看，不然。好想念。哎，这还要粘一边的话，我感觉粘不住。就把这孩子的好奇心，还把手抛弃。我就分散了。你看我那个鸡卵，看到吗？我还是去我自个留的那个，这个都是我自个走的。嗯，好了，我一口我都咬不下了。找点东西好吃一下。老坤的，这个咸的菜是个，找的吧？嗯，外面好软的泡的哈。